No, please. 在你眼里我是你爸吗？嗯，一家人的合照吧，哎，看不太清楚，得用那种自由视角才能看清楚。不是你不会真来吧？我的妈！我不浪费子弹了，我靠，你打不死的小强，别再！我靠，前面什么环境啊？这么红，这么 ……What the heck？这什么？这什么触手环境啊？这我可不能死啊！我还没存过档呢。哦，找到他的房间。哦，三角头的房间。我还解锁一个成就。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光战，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今天我们继续回来玩《寂静岭二》重置版。上期我们经历了特别特别特别长的监狱章节之后，又往下坠落了三次。然后我们今天到达了这个叫迷宫的章节，希望这里面的迷宫不要太绕吧。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赶快开始游戏吧，往前冲。好像是有点绕啊，等一下，这有地图吗？没有，完了要自己绕了。每个门都不让进的还行啊，不过还是每个都试一试吧，万一有能进的呢，可以拿点补给品。哇靠，真是迷宫啊，有什么来追我吗？哎呦，自动存档的这个自动存档这个标志出来了，感觉前方会有一点变化了啊。这故事要来了，关于安吉拉的背景故事。好，给你们猜一下，安吉拉之前为什么很不情愿让詹姆斯碰他？我这谁家里啊？室内啊，这是，这打不开，哪个就是这里？好，进入随机了。I'll be good, I promise.Tell him I'll be good, please. Angela? Angela, it's me. No, please. 在你眼里我是你爸吗？Daddy! 我的妈呀，我要打他老爸了，我刚上来就要打 boss 战啊、哦、我打得过吗？等一下我要跑吧，别这么卡，别这么卡，我靠，好吧，我感觉打不过，我得跑。哦，这边往左，然后上来就逃亡阶段哈、哦、我这里人是有进度的，给我这么长的路，肯定是不会要让我去跟他 1v1 真男人决斗，而是让我逃跑。哎，不对，循环了，还是要跟他打一架。来，来吧，老登，妈了个巴子，一个强奸亲闺女的畜生！喂，别这么卡！这带着一自带一个板，是形容是床吗？这个，哦呦！然后这是你强暴你闺女的这个曾经的姿势是吧？哎呦！你想抱我？我靠！你还强暴我？强暴！可惜你抱不到我，我只要不走的死角，我就能躲掉。Get down, motherfucker！ 这就消失了。等会你不会有二阶段吧？哦，原来给了我这么长的，又是个回形的路啊，循环的，而不是让我一直跑。好，安吉拉在哪呢？现在？哦，等一下，哇，这战斗场景有补给呀、啊！
先让我搜刮一下哦。安吉拉，你别急啊，你的渣爹已经被我解决掉了。先让我慢慢搜刮一下补给，我这个弹药很紧缺，我之后还要面对其他 boss。好了，该搜刮都搜刮完了，但是音乐怎么还是这种音乐？哎，你往这边跑什么？安吉拉，安，我爹不会还活了吧？我赶紧跟着安吉拉跑吧！我这废了一波子弹，还没把他打死吗？别跑啊，我又不是你爹。这边有岔路啊，是补给吗？哎，哦，有补给。哇，散弹枪子弹六发，一整个弹夹的散弹枪啊，不，一整个弹夹的散弹啊。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我完形填空啊，现在。你得报答我对你的养育之恩。看着我，这里揭露了一些安吉拉的过往啊，小时候被他老爸给强暴了。哎，真有二阶段啊！躲！哎，又错枪了，又错枪了！我的步枪很宝贵的。我一个，你强暴你女儿，你还想强暴我是吧？你是男女不挑啊，你都。还不倒下？好，屏幕一黑一白，这 boss 就过去了啊。哎，两个头，得。哦，坍塌了，吓我一跳。我靠，你可别跟小强似的，给我再来个三阶段啊！哎呦，这边可以翻。这么多路，我都不知道该往哪去了。安吉拉是往这边窜了吧？然后，哟，死路。这地上是。有没有放大一点，能放大一点的一家人的合照吧，哎，看不太清楚，得用那种自由视角才能看清楚。不是你不会真来吧，我的妈，我不浪费子弹了，我靠，你打不死的小强，别再从哪儿来我就从哪儿去。死路去不了。我靠，感觉前几个阶段浪费子弹了呀，这不依不饶的。我这点不散。现在是逃亡阶段啊，没有人是容身之所，没人想管你。嘿，爸爸这是为了你，没有我你是什么。嘿，我还挺适合做这个完形填空的。好，接下来继续往哪跑呢？流程可真长啊！这 boss 什么时候结束啊？哟，这哪儿？好，确认啊，确认过啊，这墙哦，从这边钻。没有枪需要被我砸破，那好啊，不能再浪费子弹了。
你杀死他，帮他过不去。我感觉这场景逐渐像变成肉做的一样了啊。哎呦，来，我看这次说什么。你不说了，那我继续喽。我、哦、这次没话说了，不会已经上手了吧？我、哦、这环境全是肉做的了。我、哦、这我过去没事吧？这全是蒸汽呀、啊。哦，从这走。我终于有步枪子了，太棒了。万兆，那这应该是最终场地了吧？来吧，这次我要在这里彻底杀死你！喂，你想抱我呀、啊、你？那前腰真明显，嘿嘿，哎，兔崽子想枪抱我？我又差点让你抱到。可不能让你报道啊！要让你报道的话，我的屁股可就变成葵花了。完了，散弹没子弹了。呜、哦、呼、哦！别！疼疼疼疼疼！我詹姆斯也是神人啊！哎呦，这被爆居然能给挣脱开！让你叫，让你叫，这是等你叫的时候是我枪毙你的最好时机。我的妈！你怎么血这么厚啊？我这只能上步枪了，这再打不死我，只能上棍子了。来，瞄瞄头，瞄头。还不倒下啊！哎呦，结束了，终于结束了！我的妈呀，真扛打呀！对，举起来砸！需要我借你这水管不？砸不坏的。Don't order me around. I'm not. I just. 我靠，这耐打呀，这 boss。It's over.看这 boss 的外形，上面一个头，下面一个头，下面还有一个板子，上面盖着东西，像不像两个人在床上做那种事 ？I see what you're doing. It's always the same with you. You're only after one thing. Angela, please.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老爸这样。Go ahead. Say it.Could just force me, like he always did. You disgusting pig. I hate you. I hate you.I don't know who you think I am, but I don't want to hurt you. I just want to get my Mary back. 我詹姆斯已经是个有 You're married. 有妇之夫了。Your own little Mary. At least she was.怎么是感觉谁都知道玛丽呢 ？For a while. What? Admit it. You didn't want her around anymore. No. You probably found someone else. No.
看我坚毅的眼神。I need to find my mama. 我是个纯爱战神。任何牛头人都将被我斩落于马下，并取下他的向上首级，放在我的战利品筐里。I never. 对，相信咱们詹皇的为人。他确实不如原版好看，但是相比上之前的正确建模已经很好看了。你应该去看看安吉拉 那次正确建模。击败鬼父，好家伙，这汉皇族挺会玩梗啊，击败鬼父。看这姿势，下面这个是被干的，上面这个是干人的。当初安吉拉估计就是以这个姿势被强暴的。好的，我弹药都弹尽粮绝了，我现在再遇到怪只能靠棍儿了。这死肥猪怎么这么耐打呀？走吧，我大战之后你好歹也给我点补给吧。这光付出没回报啊，才给我三发，太抠了。好，步枪子弹，我需要大量手枪子弹。还是没有地图，瞎逛吧。呀，突然有地图了。我靠，这卡了一下给我吓一跳。我靠，前面什么环境啊，这么红，这么 What the heck， 这什么，这什么触手环境啊，这想必钻进去会很爽哦。来试一下。哎，你别真进去啊！哎，回来！我靠，我就试试，你还真进去！哇，这要是被人家触手抓住，可不敢想象多爽哦。好了，我们走这个正经路吧。我哇，这地下空间这真大呀！斑斑就是从这里学的吧？如此之大的地下空间。前面嘞，还要往下，多往下呀！从未如此前进过这么下面的地方。哟，玛利亚，我们又见面了。Maria， Maria， I thought that thing killed you. Are you hurt? Not at all, silly. But the thing, it stabbed you. There was blood everywhere. Stabbed me?What do you mean? It chased us to the elevator and then... Jame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玛利亚一号已经死了，现在是玛利亚二号。Just before. Don't you remember? James, honey, did something happen? 你是怎么了？一副见了鬼的样子。After we got separated in that long hallway, are you confusing me with someone else? You were always so forgetful. Remember that time in the hotel? Maria? You said you took everything. 好，现在我们该去旅馆了。We made. I wonder if it's still there. 旅馆那里解谜也很复杂呀。但还好，旅馆之后就临近结束了。How do you know about that? 感觉今天就是最后一期了啊。I'm not your Mary.So you are Maria. Merry Christmas!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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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All I want from you is an answer. Doesn't matter who I am. 。Don't you want to touch me? 我去寂静岭的话，要是是个战神，你还能娶个老婆回来。I don't know. Well. 虽然这老婆不是真的。If you happen to make up your mind,
I'll be waiting. 你在这等我？你等吧，我怎么进去呢？ I'll find some way to. 嘿，打心底里觉得还是他还不是真正的玛丽。随即结束，该返回地表了。应该能返回地表吧？流程没记错的话，下一个地方应该就是去旅店了。这有啥？揭个幕。啊？解谜？啊？哦？啊？哦，懂了。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从那边走过去了。游戏一保存，继续前进。怎么过去呀？这玩意包裹着我可过不去呀。有个符号，三角再加一个，下面有个十字。哦，这样啊！这我还以为从那边走了。哦，的确要从那边走，那边也接上了。就快结束了，不着急。好了，就快能返回地表了吧？我要赶紧去 hotel 啊，那里解谜的最繁琐了。哎，等会儿，三个门，中间这个门把，啊，那走左边。哎，猜对了，我差点又蒙错了啊，差点又是最后一个才猜的正确答案。实地取，我的妈呀，这可太腐蚀了。哎，有虫子。这我得快点走啊，这地方好恶心啊，刚才有什么在后面乒乒乓乓的？这什么？哇，好大一块肉啊，在给它放下来之前先存个档，这掉下来让我再打点什么东西我可真撑不住了。还得用物品给它割开。呵，还要找钥匙。哎，中途能多捡点子弹还好啊。咦咦，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吃饭的时候看哦。什么声音？哦，你呀，你又上不来。怕你个鸟身！这是上来了，这是上来了！我听到铁丝网被打破的声音了。快走啊！快走啊！我这都哪跟哪儿啊？哦 ，OK， 这可以钻，这可以钻。钻呀、啊、钻呀、啊！哥们儿，装备过去。我下面有两个。耶！哦，是上不来，他只会从地下攻击我。我靠，你个地刺！往哪儿走啊？哦，知道了。刚才这有个路口没经过。我躲，我躲着走，我躲着走。哎，咬不着。不，这边哈。
这都画上线了。哎，走对了。畜生，给我吃吧你！他躲过大了，还有小的在阴我。这我推哪儿啊？好，找到了。这么多小蟑螂可是很下饭的哦。哎呦！我去，饿了，我刚打的针。哎呀，钥匙越来越少了。下饭哦！哇，好多猪大肠啊！回去能炖好几斤吊子。是啥呀？油？打火机气体？我都不知道我收集这些要干什么的。我这里画了一张门啊，感觉这里以后可能会变成真门哦。又要面对这些人了，又要面对这些怪物了啊！快跑！这儿来的吧？哦，对，是这儿。哎，话说我有打火机气体干什么来着？哦，教这个，光有这一个不管用。还要从这里找，里有把火啊！才行。这舌头一伸一缩的，真不知道吃几斤虫子。呀，这没门啊！哦，在这儿。回来了，不然又快溜过去。哎呀，还差一个引燃的，应该就在这屋子里了啊。先来一罐，然后看看那条路。哦，该再对过了。这武器嘛，还得根本看不见呢。跟我耍拳法，看我打狗棍法。好，然后该从另一边出去了啊。哇，这谁睡着觉都劈两半啊。哇，又要伸进去了。蛋吧，已经第五次了。
别这么抗拒了，还不习惯吗？又不知捏到什么粑粑了。嚯，打火机啊，不，火柴，打火机火星啊？这不火柴吗？哦呦，别叫，还让他叫出来了。这里硬核的时候，赶紧毙了！你外面这么远还能跟我叫到？What the hell？ 什么玩意儿呢？去看地图啊！我操，这哪都哪儿啊？哎，这黑护士！我黑的最不好惹了。好，拿到了。没把钥匙，铁钥匙，谁搁这儿办公啊？这个办公环境还挺好的，就是感觉通风不太流畅啊。看看啊，啊，这样就可以安全的回去了。不安全，别往回退，别往回退，别往回退。哇，这都炸到了，快冲啊，快冲啊，快回去，快回去。哎呀妈呀，终于到了。先把这打火机，不，先把这火柴给它点。搁哪儿呢？照着。组合？啊？不是吧？我还得要收集一样东西。不是，就点火烧不就完了？就又不是不经烧。也不，这又不是经烧的货，那匹布。我靠，这里面硫酸啊，这么烫。来，放水。什么声音呀、啊？水管泄漏了！耶！我靠，这房间不会淹满了吧？那我现在可以拿了。我打火机在里面呢，现在可以烧了吧？嘿，我打火机了。要不然你去森林里面借一个核弹打火机，打一辈子都不灭的。这里面有枪，但是子弹很少。我拿打火柴烧不行吗？非得用这个，非得组合起来。我又要往下跳啊！别看了，走吧，这都几回了。下次听话，你自己往里跳，不要让我摁。
这又是地下几层啊，我感觉我快跳到定修另一端去了。哎呀妈呀，小鬼崽子给我干哪儿来了，这也是寂静岭吗？哟，又这个桥啊，这还在吗？是不是没加载好啊？哎呦，不在了。这迷宫可太迷宫了，我看这回我去哪儿啊？这回这符号更新了吗？哟，符号没了。哎，等一下。哎，对了，我靠，有一瞬间在右边看到了，被那个墙体挡住了。哎，等会儿，可别让我摔下去。我从这边上楼。这迷宫可真迷宫啊，还是立体的。我又要三选一啊。好，这回最后一个。荒废区域，我还要跑多久啊？哇，又是这种玩意儿，爬墙的。我靠，我都玩了快12个小时了，太长了，打不开的。那东西下去有点难，还得绕过去。这次必须要省子弹了，不能把子弹浪费在这个腿怪上。我又要往下。在往下之前再搜一下资源，现在子弹很少啊。哦，妈！你等着，好汉不吃眼前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等我子弹多了。从哪看见楼梯来着？你等我子弹多了，看我怎么治你的！一枪给你脑瓜子崩飞了。还行啊，这回解谜的流程倒少了一点，没那么刁钻。把淹没地区地图，我的天哪，好多！稍稍一跃的事啊，我都没去打一仗了啊。好，没别的其他怪了。是看什么的？难不成是因为有钥匙往转过去拿吗？偷摸朝我胯下溜过去，还给我一下子，有战术的。我哪儿都不让进，这怎么过去？感觉又从上面走了。
呦，你爬啊，你慢慢的爬。这补给品挺多的。听到这不妙的音效一闪就对了，管他打没打。我从这上来吧。让我看一下行不行？好，是从这上来的。没有物品，我。哎，你别堵我路啊你！闪开！哎，无敌针你打不到，你也爬不下来。好了，终于过来了啊！靠，这我得走啊！那边有路啊？没路。吓唬一下，虚晃一枪。别闹，我要生子弹。哟呵，你进脚不知是罚脚是吧？非常不痛快呀、啊！你们也给我整不痛快了。我这钥匙终于拿到手了，走歪了。他可别来了，这怪物来的话我就不能安心看地图了。好好好，终于到了，终于到了，终于到了。我靠，我以为要拿什么钳子呢，要拿钥匙。快让我逃离这该死的迷宫地狱吧，我靠，我不想在这里多待一点，找路一样痛苦啊。这要打架，这里必须要打。哦，是看不到下面，我要从哪儿跳？哦，找到了。这个地方，我之前一直爬不进来的地方。不，怎么还能往下呀？哪儿？这哪儿啊？我还得往下走啊？不是吧？我成土拨鼠了。有总迷宫啊！什么时候才能逃离这个地狱啊？我的妈！我要去见我的玛丽。啊，又要找东西，绝了！这是一个岔路，很多岔路。哇，又是这地方！咦，我的三哥呀！我靠，怎么你亲自出场了？我的个三哥呀！我看铁丝地板，我以为那俩大拳头呢。
哇，完了，这下难上加难了。好多照片啊，这补给品吗？这是。哇，这只是一个补给房间而已。没搁下面蹲我吧？我可不能死啊！我还没存过档呢。哦，找到他的房间。哦，三教头的房间。我还解锁一个成就。哇！一刀残血！快快快，出去快出去！我看我看到你墙可以打破了。来啊，来跟我溜一圈。好家伙，好一个三哥，一刀给我劈残了。这三哥不是很聪明的样子啊。然后赶紧去他的房间，把这墙给他凿开。我还说这什么他的房间呢，有点三角头的。然后一转眼才发现这个墙可以被打破，再想准备去打的时候，我靠，被他一刀劈残了。你三哥不愧是你三哥哦，就是这么暴力，差点一刀两半。妈，终于上来了。我打不过三哥，还打不过你们这兔崽子！来，我给你踩踩背啊！我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是，现在不能看地图，凭直觉走吧。啊！又要解谜，头大了。还有场地限制。本来地方就小，他还给我喷这个毒雾。好，现在可以看地图了。好，这边走回来了。哎呀，在这里捡哈，快捡开，快捡开，快捡开，快让我逃出这里吧！等等，前面好像是不是梯子呀？我又要爬梯呀！还行，这次深度还没那么深。只要是放恶灵附身了，我感觉会更恐怖一些。可惜恶灵附身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续作的消息了。我又要往下跳啊！这次你还得我摁，你就不能自己往下跳吗？几回了？第六回了吧？我真感觉这都快到地球的另一边了。好吧，还是迷宫啊！我宁愿去跑黑暗欺骗的迷宫。是这里呀、啊！我靠，麻木了，真的麻了，这又换哪儿啊？啊，换个倒三角的啊！这究竟跑多久啊？这又一条道，最后一次了，好不好？这可不可以是最后一次呢？太他妈长了！我这次是往右了。
哟啊，得废弃地区，废弃区域地图已更新，又得跑了。走着。哎，对，这就好，这就好，让我只跑，只让我跑，别让我去拿什么东西了。不不，我说你诈尸啊，你搁这，你刚站起来，啪又躺下了。哇、哦，好多尸体啊，谁搁这纵欲了呢？过度过度伤身体哟、哦。有两扇。啊？是开错门的惩罚吗？我不跟你们打，再见。我听到时钟的声音了，我操，是不是这样啊？哎，我钻无敌点。哎，大门开了，我靠，生死战还好，不用把他们全杀了，这不简单，我靠，我人皇，看我人皇布。哎呀，主线开始崩塌了啊、哦，墙皮都脱落了，但是什么时候能跑出去仍然未知。又来，我这次更破旧了，还是空的房间。哎，这里钻不了。别打我，别打我！啊，六鬼，来快翻！那我还能顺手拿个子弹，没事，你才一刀。来，我打个针。哎，我有满血了。哎，我在往里钻，你们过不来。有本事你们就把这板给我踩了。完了完了，被毒死了！劈死了！偶尔一次而已，我重来啊！两次生存战我重来。2 hours later， 这次包过。先准备好我们的散弹枪。哎呦，快快快，六鬼，快快快，跨栏跨栏！哎，然后我钻，利用无敌针，然后来进一个崩一个。来二露头就秒。我看谁他妈敢打中门过，露头就秒。好，没一个过。哎呀，不行，提前开门了要。这还得要再坚持一段时间。这每次包快翻的，而且我快翻有无敌针，这刀打不到我。到底是跟坑坑快炸了似的。哦，开了开了，呜、哦，快翻！哎，按错键了，快翻！哎，临走前不要忘记瞬移发的子弹。好了，是应该结束了吧？会还要再来一次生存战吧？来，切好切好武器啊！还有这种情节，我就钻洞，钻一个死角里，我看谁。哥们儿，不是哥们儿，还来一次啊？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们转个痛快啊！站不了，站不了，我靠，有个大个，有大个！大拳头来了！完了，没有安全，没有无敌点了。我一直翻，哎，我还不会那个疲倦，我还没疲劳。
这无敌点，随便翻。我靠，这杀伤头，我靠，不也很空了？哎呦，哎呦，我的个老天爷！快开门呐！牵制这杀手，牵制很长时间了。没子弹呀，我搜刮了。哦有，哎呦，这刷点，这不六个五分钟就都亏待的。哎我怎么是，我操，他怎么被撞飞了？我这里也有东西，我靠，步枪子弹五发呀！不是，现在什么情况？怎么门还没开呢？哇，完了，被打晕直了，又打飞了！哎呀，终掉地式终于结束了。好了，怪物全退了。事不过三啊，再来我撑不住了。哟，这迷宫不会直接塌了吧？哦，规模都不一样了，终于有存档了。这生存战打得我精疲力尽呢，这是。还好这仨窗子刷一块了，我能溜这三个杀手，溜他个300多秒。哎，死路啊！我的哥！哇，这怎么挂？最近杀吗？哦，他退让是到来了。哇，这就有点极限啊！我可不能被这些幻影弄出硬直了呀！哇，这步步紧逼，我靠！哇，他就在后面追，我在前面跑。哎，好，出口！快！哎呀，我的妈呀！前面有限速，不让我跑太快。还好敌人也不太快啊。208，我终于能回到表世界了吗？我这色调。啊，他谁出来了？嗯，等会儿这伤，他不会又被杀了吧？哎，我这里有一颗绿蘑菇。给你加一条命，够你死的。咚咚咚咚咚咚。我詹姆斯这么一哭，瞬间老了不少啊。暴走埋了吧。还能回馈一下大自然，在这儿这么一直放着臭了。Mary， 好，真加玛利亚哈。哎，这不刚才那牢房吗？哦，家伙，我刚回来就记了，谁偷袭他了 ？What the hell？ 啊？不会又来吧？这什么？哇，这不三哥的大刀吗？哎，我能用它吗？
哎，哦，哇，真拿得动啊！哎呦，嘿嘿，我成三哥了。可惜这挥起来挥不动啊，我能存档吗？存个档，存个档，我这好不容易把刀拿了。哎，不是拿刀，我的存档被封印了，是不是？好家伙，原版是没有这个情节的吧？我记得，可现在能有三哥大刀了。哎，我挥一下，挥不动。看得出来三哥的这力量非同寻常啊！哎，我拿刀，你们是不是就可以避开了？他们会不会就避开我了？哟，见此物犹如见本人，弱者退散。你们的老大哥来了！我靠，这是狐假虎威吧？等一下，我调一下。我靠，越走越到墙边上了。这该死的迷宫路，我都轮回三次，终于结束了。好，这刀该扔了吧？这刀就扔了吧，你带不上去啊。好，你就陪我到这儿了，可惜挥不起来。这怎么说也得有个几十斤重吧。单手挥着跟砍瓜切菜似的，这力量非同寻常呀。埋在地层深处的墓地，哪位？这行以前喝了一杯麦芽酒，然后就记了。哎呦，谢谢你啊，还为我带来子弹。呀，这啥？啊，跳！你等会儿，不是这三坑啊，都往里跳啊？沃尔特·沙利文，哎呦，这不是在那个吗？这彩蛋。好家伙，当时原本应该有这个墓吧，有这个名字的坟。看来当时记忆硬领的制作组就已经为第四部思考好了这个人物之类的啊，人物和剧情。哦，只有这个可以跳，来吧，再跳一次吧。等一下，墓上写的什么？这是我的墓，艾迪的。安吉拉的。哎呀，这是我们三个的墓啊，我得跳左边的。来跳吧，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跳了啊、哦、这跳来跳去的。呜，我现在又会在哪出生呢？相信各位观众已经被这个堕落的人类起名七次了。我呀还是没有出去的迹象啊，还得往下。不是我出迷宫了吗？我还在迷宫里面吗？我这辈子都不想来寂静岭了。啊，不来也行，你得给我配几张床，让我睡得舒舒服服的。Oh, 你好，艾迪。Well enough alone, huh? You just had to follow me all the way out here. 谁呀、啊、？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kill you? 哎，那不捉他那老头吗 ？Eddie, whoa, Eddie, it's me. Oh, hi, James. Eddie, what are you doing?我不会要打人啊。What's it look like I'm doing? 最后还是要跟他打一场。You fat, disgusting piece of shit, you make me sick. You gonna cry, fat ass? You gonna run to your mama? Waste of skin, why don't you just kill yourself? 那就是被别人霸凌吧。Well, maybe he was right. Maybe I am.Nothing but a fat, disgusting piece of shit. But you know what?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smart, dumb, ugly, pretty. It's all the same once you're dead. And a corpse can't laugh! 开始逐渐变得暴力起来了。Hey, what's that? You want to talk down to me some more? Tell me to relax? You're just like the rest of them, James. No, I don't want... Shut up! You think I'm stupid. You think I don't see it. But you've been laughing at me all along. Ever since we first met. But you ain't laughing now, are you? 这么自卑干什么？我们主角从来没笑过你。You need help, Eddie. 他以为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这么看他的。Don't get all holy on me, James. This town called you too. You and me, we're the same. We're not like other people, don't you know that? Well, you're about to find out.好，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看过原版《寂静岭2》的剧情啊？当然是游戏的，不是电影的。如果看过的，各位接下来肯定知道发生什么了。那么我就多的不说了，回来，孙子！ You know what it does to you, James? 来吧，真男人 ，one v one。Picked on, spit on, just because of the way you look. 这个不好打，他同样跟我是远程。But you know what? It was fun. It tried to chew its own guts up. Finally died all. 这心里已经扭曲的，这么虐杀。Then he came after me. I shot him too, right in the leg. He cried more than the dog. And now it's your turn, James. 这已经愤怒到扭曲了，此人不可留。你想逼我先开枪？哎呦，我被打中了！哇，该死的卡顿！我去，好枪法！哇，上来就开干啊！好，我先开。哎，我这要换弹。Gotcha。你一个刺客敢跟我打正面？来 ！Come on, James, don't be shy. 把头埋低，该算算旧账了。哟，怎么现在很冷了？哦，给我起雾是吧？你也看不见呢？啊不，你是电脑。你肯定看得见我。好，专心模式开启。要开枪了。哎呦！好孙贼！靠，这逼养的电脑控制的，神出鬼没的。给你腿来一枪，这次换步枪，争取一下命中。Gotcha, bitch！ 打近战，跟谁俩呢？
我靠，我闪了还把他才被打中了。Relax, it'll be over soon.对，很快就结束了。你不还有三阶段吗？我去，三阶段！你锁的是威力很大啊你。小手枪还跟我呼枪比啊！回来，哟，很明显啊，还不倒下，这都命中心脏了，你真是皮糙肉厚啊，子弹都打不穿你的肚皮。要无伤打他的话，还得抓点规律啊！二军的特别不好解决。三军段是看得清楚了点，好命中。安息吧，下辈子可别再这么暴躁了。也祝你下辈子遇到点好人。小看我枪神。哎，废了我这么多子弹。打不开。好，现在我该找路了。我该怎么出去呢？这乌漆麻黑的，雾蒙蒙的。哦，这边。终于出来了，这挂的什么肉啊？看着像猪肉，但我感觉猪应该没这么壮。啊，管他呢，反正是鸡精灵，什么生无所谓了。哦，终于出来了，我终于重见天日了。我靠，在下降这么久之后，我就返回地表了。来，存个档。妈耶，11:49。看来下期必定是完结了啊！我们已经打完这个迷宫的章节了，我的妈呀，真长啊！这迷宫跑来跑去的。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寂静岭二》重制版迷宫章节的全部内容了。这迷宫真的是，我宁可去跑黑暗欺骗的迷宫，也不愿在这里跑迷宫。在这里跑迷宫，要奔东奔西的找东西，还要担心被那些怪物们给抓住，特别是三哥，伤害那就要高啊，一刀就给我劈到只见血底了。那么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按照这个进度，下期影片就是完结篇了。那么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